F 五一下，搞不好我 delay 了。走。Top 是不是要一起播啊？打得漂亮，那个这个地方就炸下去，死了大概十只的补救，第六颗炸空，第三颗，这个应该炸不到，好，三颗全部消耗完，消耗完之后 ，EMP 丢下去，硬点烈光球，这边其实狂战士的输出还是蛮够的，在这边肖娜打了一个双线，突破部队从地面走了过来，买了两个鬼雷，点掉水晶之后，好，这边应该是杀不到东西了。在装 SK 是吧？哦，一点烈光球，哇 ，Nice 这边烈光球不，这是上礼拜的吗？一埋，好，不过在强化过的方方底下，哇，这个部队升发的非常的快，是吧？非常快。喂，喂，我声音吗？哇，我们要对一下时间了，你那个画面，你有看画面吗？哎 ，AD 没给我，去向的伤害，他没给你的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那。跟他要一下，好，这边 Nice 人口虽然领先，可是在于被强化的，在被强化的掠夺的底下，重甲部队直接都被蒸发掉。这声音我怎么听不出来是谁？那个欧西里斯。哦，现在 Nice 努力的要把兵在后续的兵再挤出来。哇，这个队列往回闪。这边鬼雷就是要一埋。这边 Nice 只能逼迫着自己的部队不断的后退。现在 Nice 在催促着两只不朽者赶快伸出来，并且在Shanna 的四矿处穿了一波教室。有了。好，不过这一波神话直接提上来，点掉了一只不朽，两只不朽。现在这家追击队上神话，这个两颗鬼雷直接炸了下去，哇，一颗鬼雷直接在追击上没有瞬移。在这个情况底下，我在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，去之后其实炸去神族都会觉得那家伙。好，这边打算做一个双线。我打不开自己的直播哎，笑死。凤凰跟冷静进攻，剩下这正常吗？我开自己的直播，他一直 loading。把扫描下来，我看也是直接往前冲，不过这个力量切切掉了一半的部队，这个切的很好。正方形头，而且看到是在主方的部分，教室丢下来，并且刷了一波教室，然后那个凤凰潜到三矿来救援，不过前线有两颗鬼雷。好，在这边香娜只能拖出大量 SCB 哦，不过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救了。可以看到现在双方攻击，不过在这边的话，注意的是 Nice 的。Nice 的部队现在是在 OK， 在主矿做一个消耗。刚才想说 Nice 三矿内的部队已经所剩无几，结果主矿部队直接死于压制人类的出兵点之后，扳回了一城。可是这是上个礼拜全部的火，就是一个礼拜。最后一场，最后一个波也是，最后一个怪在这里，巨象的速度还是很够，不过维京好把所有巨象点掉。点掉之后，维京降下来要直接硬打，可是他正面的，我看起来像是上礼拜的情况下，他降下维京其实上礼拜是3-1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哦，人类好像。康纳已经把部队转成了有画面是吧？好，在这边，双方部队直接拦腰被拦截，但是解放者很哦，解放者很 carry， 这个歼灭掉大量的追猎之后，双方部队直接贴了上来 ，Nice 这边主力部队直接被吃掉，打出了聚聚。我们恭喜今天的 Shanna 拿下了这张哦，今天这个系列赛的冠军哦。啊！现在这个掠夺者会不会太强了？上礼拜是 Shanna 冠军啊，是吧？哎呦，
建议可以先调低解析度，看个几秒钟再切换成高清五码。可是瑞凡，连跑都跑不出来。我的画面只有一个机器人在吃西瓜，连调都不能调啊。然后我们这个是这个是现在开始的吗？好像是的，看起来好像是哦。哦，有第一场是室友对上这个 Phoenix。哦，地图来到的是战鹰王之境地图右下角，红色是 Self。地图左上角神族是 Phoenix。这个好少见哦，之前好像没有看过他。啊，不然就是，他是自由之翼，那时候就在玩的。也有一个叫 Phoenix。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啊，应该是别的人，应该是别的国家的吧？是吗？妈，今天是那个吗？是有台湾吗？有可能是别的国家的哦。这样看起来，你这样讲蛮有道理的。哎呀，他这勾逼人也是蛮好的。嗯，哦，不闹，完全不闹，他就直接往三矿那边。直接停在那边，在那个狗出来之前都可以去闹的，不然的话你那样放在那边，你也不会赚，你也什么都没赚。我真的觉得到去吸一下人家的金矿，虫族的提波机就不太对了。你也可以去吸人家的工虫，也可以，那感觉是蛮好的。那我现在是觉得，现在虫大神，对，你只要一个细节没有做到。虫族你很容易被一波打趴，哎，反过来也是好吗？但是主要是前面只要是那个毒爆一波的话，对，毒爆一波我觉得有会其实蛮明显的啦。我觉得相较之下，就是以神族跟虫族两边侦查的可以侦查的东西来讲的话，神族侦查的难易度会我觉得稍微低一点点。那你怎么看这次 WCS Nice 陨落？Nice 陨落，我只能说，我觉得 Winter 打得很好、欸、我也觉得 Winter 打得很好。啊、我是觉得 Winter 有超常发挥，然后 Nice 算是有一点自己的失误、那个 Winter 那一场打完了、啊，我试一下是跟阿吉讲说，我觉得 Winter 打的就是，他是只是一个比喻啦。我觉得他打起来像 Sen， 但是跟 Sen 不同风格，但是是 Sen 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他是靠他以前的基本功在打。而且他那个，我觉得他那个有一场那个，那一场叫什么？失误招领，就是出飞龙的那一场。对，我真的看不懂为什么会赢，最后还是赢的。哦，最后就没钱啦、啊，最后神珠基地爆没钱啦、啊，那重做钱、啊。他觉得主要是前面我记得奈斯好像是第一时间就有看到龙塔了。对，欸对对，至少龙塔一半就是盖好之前就有看到。然后他输就是他其实凤凰过去的时候被打一半啊。我是觉得他那个凤凰其实可以先在家里去，他没有必要直接去追那个飞塔。这叫做自信。自信一追，然后这边扶边控凤凰，边控凤凰边把正面控得好好的，有没有？这叫自信。我觉得那一场真的有点可惜啊。好、嗯那场要丢引刀。我觉得他可能赢到丢白球吧，这是已经是比较少见的打法。这个主要是前期很怕那个狗不包一波啊，这被撞进来，基本上你完全没得手。因为你门口就只有一只教室，基本上是他不会这样打。而且其实我现在、啊、打这个，假如你有出一只追猎，我比较现在很多神族会用追猎去卡那个建筑学的口，因为你用毒爆撞不太进去。你假如是教室卡在那边的话，堵到五颗就进去了吧？可是用追猎堵的话，不是很怕被爆狗吗？爆狗至少你第一时间至少不会被后面还可以，对不 对？不会被砸进去，你后面还可以再堵建筑学、啊。然后那个追猎卡住的话，可能我估计大概是八颗应该都撞不进去了，因为后面还有一颗电池，哇，这边后头被砍。哦，不过室友这边很漂亮，他家里他在那个人家三矿拉屎，这个三矿没办法开，而且那个刀应该锁住了。也主要是，假如说这边这个 Phoenix 他第一时间他本来就是他假如原本就是选择打两个人进，然后出四颗白球的话，这个三矿影响的这个时间就还可以。但是
他今天是走引刀后面是接那个一日的打法，他这个三号被拖到时间，等一下中期会有一波经济会很差，他的兵力应该会差很多。哎，他的白酒为什么要飞回来？啊，他是为了要解那个王虫。这样子超贵，超贵！这个白球完全没赚到，然后还飞回来。哇、啊！等一下，你过去人家家里什么都有了，欸、等一下这白球运到不太多东西。人家看你的人境飞回来，开心抓暖。其实刚刚最好的做法其实就是带家里那只锤炼，然后你家里再刷看是刷一轮狂还是或是刷一轮教室，刷个一只引刀也可以啊，就去帮忙掩护这只那个锤炼去点那只王虫，对，然后人精就持续烧了就好了。现在是要刷63的，他看起来要先包过别人，因为主要是这个三靠变化啦，所以这一波生出这一波应该是会先往前推，大家这边先包一波兵去守这一波两靠有一波推出来，然后这边引刀刷在家里，哇，我 sell 这边脚有，等下上虫他第一时间，瓦斯够，再变个几次结尾虫，变了，这样，等一下这一波守住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到太困难。对，蟑螂应该蛮多的现在。甩一下，好，先耗一波立场，这立场是不是只剩一发还两发啊？两发，立场够。然后在这个情况下，就是蟑螂可以直接追，一路追回去神女家里。这边是有二 VR， 好像有点晚了。没有，那你他一开始三矿被捉到。然后 Sale 这边等他，应该等他一攻好，这蟑螂应该就会先往前压。他已经快刷到满人口了。他们说今天都是台湾人、欸，今天都是台湾人。我等一下来查一下这个 Phoenix 是何许人也。亦不详其姓氏。啊，这边甩起来，甩起来。我觉得 Phoenix 这边很尴尬，因为这边角色有等一下有就要从进去，他看到那个他这边是九二一啊，等一下其实。可以放个龙盘，然后再让他正面攻防，等一下一定都是领先的。这 Phoenix 基本上没什么机会了。哎、欸，他杀进去，好。啊。这手太少了，好，这边打进去。好，恭喜 Sale 先拿下第一分。这个在前面应该是波三吧？应该只有怪亚军的时候是波五。来偷查一下。哎、欸，何许人也？他为什么不把那个景二的那个什么？冠军拿、啊、这样写出来，还是那是锦一的冠军？好像是锦一的冠军。你看，那明明锦二那边就写，今天是不是锦二啊？我研究一下、喔。Sale， Louis， 他写 Final and 邀请。这感觉是上个礼拜的那个啊，感觉好像是上礼拜的赛程。他没事，这才是这礼拜的赛程。然后那个906已经 free win 到下一组，等人家上来了。欧瑞玛是谁啊？欧瑞玛对上 Rain， 感觉都是一些欧瑞玛真的看过。Rain 感觉就很眼熟，感觉天地就会收过他。好像是那个吧，他好像是 Stone 的吧。哦。然后 Louis 要打 Slayer，Louis 蛮强的，宗师应该5400-5500。听说不是单手可以打西凯南的吗？单手打西凯有什么好稀奇？你说用脚打西凯兹？哎呀，那个只是，可是他单手是上宗师吗？那就很稀奇了。听说他单手打的也不错。真的假的？我的脚也是蛮强的。据说啦，据说，所以他单手不知道可不可以打5000多哎、欸，他单手能5000多很强哎、欸，是啊，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。这边是偏大声，他好像
好，这是这周的节目表。今天是那个炙热青春嘛，明天会有奥利蒙，还有接手的全球联赛资格赛。那个现场策路是他们会去现场比啦，画面上那五位会去现场比，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拍摄。洗澡的时候可能也会测录一下，拍五个男是拍五个男生洗澡吗？抱歉，我以为有女生，抱歉。那应该是不行，有测录的应该是女生啊。对，不要浪费时间了啊、哦，不要浪费底片去拍这种东西。好，第二场 Sale 对上 Phoenix 第二场，地图来到的是16位原地图左下角，红色是 Sale， 地图右上角蓝色的神族 Phoenix。我刚刚去查一下天梯，没有这个人呢、欸。哎呦，他可是他这个名字应该就是天梯的名字，他可能平常是用条码人，隐姓埋名。真的？那你刚刚看他这个白球的操作，你给他几分？觉得保守估计不能这样子，你为什么要逼我？我觉得应该比我强一点吧。真的吗？差不多啦，我觉得他刚那个白球回家有点让我惊呆了。他就是想要把那个打掉，但其实刚刚比较好处理方式，他家里不是有四个兵嘛，应该直接刷，啊、在家里现刷兵就好了。对啊，然后加上那个家里的教士跟追，我不知道他教士跟追是死了没，如果没死的话，刷四只兵打一些狗就说有余了。啊，对啊，然后白球持续去骚扰对方嘛，杀个王总也好。不然就是出个 OB， 他这个那么早，连 BS 都没盖，出个 OB， 然后加白球把王重带清醒，都不错。一个女生撤入五个男生，哎呦！哇，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建筑选啊，他应该倒过来盖、嗯，倒过来盖感觉比较好。主要是脚，对啊，神族就是他的那个 B G 跟 B Y。对，为什么？他的口应该留在那个上面那边。为什么？我觉得那样防守第一个是你，假如你开三框，你攻兵出去比较快啊。对。啊，然后第二是我觉得你假如真的被打两框一扑，我觉得你的那个口在上面比较好收一点点。你第一时间你攻兵要拉，你要拉过去盖建筑学的比较快。就是动开那个靠近主基地，主要是因为你出去比较快，这是最主要原因。还有刚刚说的建筑学，不然你要盖到你要多绕一点路去盖那建筑学，你可能反应时间就要更短。啊，好，我这边工兵死掉，然后做了一个移动 A 的动作，然后这边就是它是风下面那边，风上面那里。这个我跟你讲，这 self 王虫飞过来肯定没有看懂，为什么这 B Y 在加速？我们平常飞进去看，一定都是 B G 在加速哦。我真的是没看过 B Y 在加速的。我跟你讲，他 B Y 要加速，对，应该是要打一个机场被兵营的鸭子。等等，你就会看到机场飞过去，加上那个教室 A 起来，你知道？哎呦，凤凰！我老实讲，还真有这打法。最近之前有一个新加坡人，他玩神，他玩神机啊。Blysk BLYSK， 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天天会收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会打重组，有一阵子他就打一个莫名其妙，就是那个 VS 开，然后后面直接接五 BG 没有带科技的，嗯，然后就先只会出到三四只吧，然后直接去硬点的，就是做了兵冲进去第一时间硬点你的那个炮台，这个好重复之性的打法，可是第一次遇到就是觉得。就会觉得我靠，这什么东西？对啊，你的 timing 点很。下次看到这 ID 就会先心里有准备。好，不过这边看起来这个建筑学应该是要死了的。这个完全没机会守啊，而且他家里还没有出先知，他出一只凤凰就想 VCB 啊。哦，这，他的空门会好。研发完成。冲啊！这个防守细节的问题啊，就是你其实凤凰你第一时间抓完，假设把那只王虫抓掉之后，你应该在你的就是下面的那边稍微绕一下。你理论是他
你要嘛就是把自己的周围绕一绕，不然就是你直接沿着那个行军路线，地面走到你家的行军路线飞过去。对，我觉得主要是就是这些细节没做好。其实狗毒爆一波，你真的细节这些东西你都被你看到，第一时间堵起来都还有毒蛇。然后你看到你直接放个 BY 卡门口，对吧？稳到不行。好，这是参赛名单的，所有报名的大家也可以报名啊，在聊天室的各位。不要再打嘴炮了，上去打好不好？那个 A R C H I 431就是说你去吧，勇敢的把你的名字写上去，好不好？T N G 石洞，我没看错，这凑人数的吧？他有在打吗？啊，他有啊，他应该现在随便打，应该都还是有个5400-5500。我也觉得，啊。就是天梯还是会看到他的名字，但是场数可能不多。这个 DNG 石洞，如果有些不认识的话，对，我跟你讲，他应该是台湾上中师的人，面年纪最小，他12岁就上中师了。12岁我还在，你毛才刚长，知道吗？我还在玩风之谷啊！你在玩风之谷，他就上中师了。